2, 1. 好久不见, 你好吗? 我很好,你呢? 不错, 你这个周末忙不忙? 我不忙。 你喜欢不喜欢看球? 我觉得看球没有意思。 你喜欢打球吗? 喜欢,我喜欢在修。 星期天我们打球吗? 对不起,我星期天要学习,所以我不在修。 那星期六怎么样? 好,我们星期六一点半打球。星期六见。再见。